2022年即将结束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红，今天要来记录我的蛇魔成绩。首先，今年的等级练到了811等，到目前为止登录了3141天，抽了10024次的实抽，今年居然破万次的抽卡了，练了879张 OMAX 卡片。今年所练的复制人卡片有白夜叉、神乐、辛巴、路西法、亚森、战斗暴龙兽、奇遇、睡美人、水手月亮、土星、秦始皇、莉莉丝、妲己、艾莉亚。2022年的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年的记录，那么你们呢？